OK， 下面呢个咧就系耶稣侍奉嘅时间表。咁呢度咧，即系睇到佢，由27至28，29呢3年咧，佢传道。咁你睇到有啲 question mark 喺度嘅，就系话嗰啲唔肯定嘅时间，就呢个咧系取自圣经手册嘅，喺圣经手册嗰度攞出嚟嘅，我喺度摆喺度俾大家睇下。OK， 呢个我哋唔详细睇啦。